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一个新的 vlog 啦。今天呢是20号3月，所以是马来西亚限制行动令的第三天。可是我工作是没有停的，所以现在是要去一些 bus terminal 那边看他们 bus 有没有停啊，还是照走啊，还是什么咯。所以现在去看什么情况哦，先去Penang Sungai Nibong的那个 bus stop 看了，再去光大 bus terminal 看咯。所以现在走 later 到了咯。刚才有一个 admin 告诉我们讲说，其实哦 bus 哦还是有跨州的，好像挑的 bus 再挑的人来到Penang还是什么，还是有跨州的哦。只是他的人数，他的乘客少了很多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下一个 bus station， 就这样子，在那个 Brainmo 那边，我们现在就去了，走。拍完了咯，所以又再回 office 做照片咯。现在就要去吃午餐，可是要找看有哪里可以吃啦。应该会去 McDee Drive Thru 哦。Hello， can I have a large spicy chicken McDelux？ 买到了咯。Hello everybody, good morning. 昨天呢，差不多放工的时候啊，我公司的那些高层啊，就决定讲说，限制活动令这段期间啊，在家作业，就讲说，有节目的时候要去节目，如果没有节目的话，不用回到 office， 待在家好好休息。现在呢，是要去拍那个 Queen's Bay 的，也要那边拍，因为他们那边有一条，那个说1米那个距离哦。给人家排队 cash 啊，别说要去排哦，所以就现在就看看是什么情况吧。这样子要排队排到这样多，还是因为他们在外面排说轮流进去，不要一次过挤在椅哦，太多人了，就怕说会互相感染，这样子就不好了，所以就排队这样子慢慢一个进去。6.5 hours later， 现在呢是要去那个Penang Road的那个警察局 IBK， 因为现在要去的 assignment 是去拍他们那个 operation 去。看谁还在外面来吧啊！因为现在是那个限制活动令的期间嘛，看谁来吧，还是有什么情况这样子哦。到了喽！现在全部人在等着。因为警察局没安安没有东西，所以就在等着喽，看等下有什么东西。20 minutes later， 警察的记者一起去看吗？
翻过来喽，翻过来喽，拍完了喽，回家喽，睡觉喽，安睡了喽。Hello everybody， 现在是早上六点，但外面的天那边还是很黑的，所以呢，现在是要去巴萨那边。为什么会去巴萨呢？因为警察会在埃当巴萨那边少看到，因为现在哦，小贩只能在巴萨里面那些小贩才能做生意吧，外面的那些路边的小贩啊，在限制行动令的期间啊，是不可以做生意的。拍完了，然后先回去休息一下，因为这样早醒嘛。然后过后差不多十二点这样子哦，就去看那个警察 blocking 那边有没有武装部队哦，因为听说今天就是他们武装部队会联合警察一起 blocking。3 hours later， 现在呢是要去看一下 roadblock 有没有军队啊或者武装部队在那边跟警察一起 roadblock。刚才看到那个就是一个前面的那个 locking 来的，可是没有看到有兵哦，那些好像兵的服装那些是 red line， 现在是差不多一点多，听说等下四点的时候他们才会来，所以等下四点的时候再去看看啊。 1 hour later， 原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是讲说是四点，可是过后就换去三点了，现在两点多，所以就要出发去看看。都是媒体记者来的哦，所以全部人都在等哦，等看几时那个警车过来哦。
20 minutes later. OK， 完了，现在回着家，所以这个星期的工作vlog就到这里为止了。因为今天这个星期只是工作三天，所以就比较短哦。我们下个 vlog 再见，下个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